们清洁员啊，高崇斌，从湖边把之前协作团体留下来的蓝桶里面装了不要的帐篷睡袋背回来哈，现在要爬库坡魔王坡，要背下山林，无痕山林啊，无痕山林啊。是我们江木山屋清洁员炳斌，好，他想从江滨湖那里以前过去早期商业团队的桶，他从那边背上来，要拿回去山屋实际做分类，要看一下里面都是什么。OK， 好，加油，炳斌，辛苦了 ，Focus。